子女，让我们有请热巴上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娇韵诗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Hello， 热巴，真的太漂亮了！热巴上来的一瞬间，我感觉我都被惊呆住了。谢谢。那大家都知道，热巴是我们娇韵诗的全球护肤代言人，从2019年合作至今了。那在热巴眼中，你觉得娇韵诗是一个怎样的品牌呢？是一个光是听到名字就会让我觉得很安心的品牌，因为从一开始我使用到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开始，因为那段时间我也有在拍戏，然后也有去沙漠这样的一些比较干燥的地区，然后我们同组的演员都会问我说，哎，就是你的脸很快能适应环境，你没有水土不服吗？然后我说，但是因为我自己代言品牌，我就会觉得我跟人家讲说，哎，我用什么什么会不会像打广告，所以我就没有直接性的告诉他说，哎，我用的什么，我说可能是我的护肤就是精简了一点吧。然后他就说，哦，精简，那我能问一下是什么吗？可以说吗？然后我才告诉他，我说其实不是广告，我用的是娇韵诗的什么，然后就把品牌的名字告诉了他，然后我用的产品也告诉了他。然后他就说，当时我们拍戏他等那个快递等了3-4天，然后皮肤就是干到就有豹纹的那种感觉，就上完妆之后，然后后来等快递到了，等我们的娇韵诗的产品到了以后，他说我得救了。哇，原来如此。那我们当时用的那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比较适合这种干燥的环境下的。当时是在2019年，我在2020年我在那个沙漠拍戏的时候用的是娇韵诗的黄金双萃。哦，原来如此，大家可以稍微记个笔记哦，如果去到比较干燥的地方就可以带上这瓶。我也可以看到热巴的皮肤真的非常好，好羡慕，有没有大家？那么热巴有，我记得是你之前有去过法国的总部去亲身来体验，对吗？是的，是的。娇韵诗呢，作为法国位居领导品牌的护肤品牌，娇韵诗的实验室呢也是位于在法国巴黎。然后当时我也说要去到过我们娇韵诗的实验室，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来自全球的植物精粹。那我也有看到很多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正在研发新的产品，提供了更好的，就是为我们的这护肤这个程序提供了更好的还有更有效的产品。在2019年的时候，我当时去，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好厉害哦，就是感觉自己也成为了这个工作研发人员之一。对，当时的心情就是很开心，然后也看亲眼见证到了这个实验室内部之后也会更加安心。哇，那一定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旅程。那热巴在去到法国实验室的时候有没有去体验我们的 SPA？ 有，必须得有，我觉得这是大家去巴黎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就是娇韵诗的 SPA。当时我的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连着大概有4-5天的一个拍摄吧，然后拍摄结束之后，然后我们的娇韵诗总部的我们的老板就跟我说，我们为你准备了一次非常惊喜的一个 SPA 之旅。我说是我们代言人，我说啊，真的吗？太好了，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的。然后当时收工之后就立马去体验了，当时我就觉得是那种怎么讲，就是你会得到一种身心的治愈，因为 SPA 很多时候都会是让我们身体和肌肉放松，但是在娇韵诗的 SPA 馆，你会体会到，手工法式 SPA 给你带来的心理的疗愈。对，就是，还有这种神奇的功效，是真的很神奇。当时我也对这个娇韵诗的品牌理念有了更深度的理解。那说到娇韵诗的产品的功效呢，之前热巴也提过的我们双萃的产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蕴含多种植萃，护肤的维稳呢是离不开它的。这次全新的至臻凝实系列主打的珍稀植物精粹的成分月神花，抗老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那热巴平常在护肤的过程当中会有抗老的需求吗？当然，我觉得每个女生应该都会从成年之后就开始去了解抗老。其实去年年底拍摄的时候，我就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最新系列，也是第一批体验到最早产品的人了。哇，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使用了整个系列的一个印象吗？首先就是我们的至臻凝实系列非常的奢美，
刚才我们也有聊到过，就是它拿到手上的这个质感，你光是去看，你都会觉得好美啊，就是想把它摆在你化妆间，你的那个摆放护肤品最显眼的位置。其实它被摆在角落，你也会一眼看到它，因为它真的很美。而且我听说这个系列的包装都是采用的环保的材料，可循环回收。其实对于保护地球，娇韵诗也一直都在致力做着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是的，它的瓶盖和瓶身呢都是高端可回收的材料，美感与环保是兼具的。那么这个系列产品的使用起来呢，使用感如何？使用感，我相信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应该其实都有使用过。我呢是一打开就被它的独特的这种植物的香味就给吸引到了，它有那种非常清新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厚重的护肤品的味道，它会让你觉得我现在是在不光是我一个人就是在护肤，而是整个大自然就在我的周围，就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会让我的心情也变得很好。而且这款产品中我非常喜欢的月光宝瓶的这个面霜呢，上脸感也是非常的轻盈，它会让你的皮肤感觉很紧致，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皮肤是真的有在慢慢的变紧致。哇，真的太神奇了，也非常感谢热巴的分享。我们这个月光宝瓶啊，不仅使用感很好，它的功效也像热巴说的是非常的强大的，它里面添加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氧焕活的成分月神花精粹。根据娇韵诗合作实验室的有效数据来显示呢，月神花精粹可以有效提升 33% FOX 活性，有效抑制 75% 的氧化反应。那从而呢也是做到了从深层预防肌肤衰老，而不仅仅是改善哦。那我们细胞自身的能力变强了，就可以真正的掌握抗老的基因，不仅抗老还非常的耐老。对，刚才我们也有看过很多的影片，相信大家已经也了解到了月神花的神奇。那月神花精粹的这个成分大家有这么近距离的刚才有感受到，并且估计大家今天回去也会各种去搜索一下它的这个神奇之处。我自己看完这些影片还有听完我们娇韵诗新款的这个系列之后，我会觉得月神花非常像一种女性的力量，是从内而外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汇聚自己所有的生命力全力绽放，我觉得就会像我们每一个女性一样，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永远都在全力的绽放，释放出自己最美的一面。说的真的太好了，这也是娇韵诗品牌一直以来想要传递给我们的理念，从自然当中汲取灵感，在爱与美中书写故事，让每一个女性都可以带来属于自己的美丽和自信。非常感谢热巴的分享，也期待你更多的作品和角色，不过请热巴先留步。好的，在这里呢，热巴先留步。是留步，是在这。热巴先留步，稍等一下，我们还想再和你在台上相处一下。好，在这里呢，我代表品牌感谢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宾，与娇韵诗共赴凝时之境，感受无可比拟的传奇力量。现在呢，让我们有请娇韵诗集团常务董事 Dr. Marco de la Famille Clarins。Veuillez venir sur la scène, s'il vous plaît。热巴，我们可以站到舞台的中间。好 ，OK。现在呢，接下来有请娇韵诗集团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 Alan 先生 ，West President Executive 的 Cooper Clarins， 有请秦岚女士 ，Actis 秦岚，张小慧小姐 ，Mademoiselle 张小慧。娇韵诗集团市场总监 Dennis 先生 ，Director Marketing The Coop Clarins。娇韵诗集团高级产品经理苏子女士 ，Chef de Produit Senior The Coop Clarins。有请，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上香槟 ，Monsieur Maître de Champagne。让我们用美酒和香槟一起碰撞出喜悦和幸福，也邀请我们现场以及屏幕面前的观众们和我们一同见证这一幸福的时刻。三
二一，让我们共同举杯，举杯共庆娇韵诗全新至臻零食系列限时体验展盛大启幕。有请我们全部的嘉宾往中间和前面稍微站一步。我们从一 ensemble 为娇韵诗全新至臻零食系列限时体验展定格难忘瞬间 Visite Mon Mon Inoubliable 致敬无可比拟的零食力量。感谢各位，让我们一起用美酒和香槟碰撞出我们此刻的喜悦与幸福，同时也见证了我们至臻零食系列限时体验展的盛大启幕。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请大家各位嘉宾请回座，谢谢。